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它是一款专门为学生量身定制的，属于我们学生自己的数据采集及定制设备。而事实上，myDAQ它并不仅仅是一款普通的数据采集硬件，在myDAQ上面集成了八种常用的基本语气，涵盖示波器、万用表、函数发生器、波的读音等等。学生可以在示波器上来观察信号的细节，使用函数发生器来作为真实信号的基地，使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各种的电流、电压、电阻及二极管参数，使用波的读音来观察幅度及相位随频率改变的趋势。除了刚刚提到的八种基本语气之外，myDAQ可以通过蓝绿上面的 DAQMX 及 LSMX driver 与我们的 PC 机进行连接。学生可以将模拟数输出、数字数输出、硬件的计数器、板载的电源以3.5毫米的标准音频数输出等资源合理的整合起来，应对不同的创新实践应用项目，给出自己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所有的使用体验与虚拟仪器教学实验室套件 NILS 一脉相承。学生可以在实验室当中熟练的使用 NILS， 也可以在实验室之外的任何地方轻松玩转 NILS。myDAQ 给出了一个实践动手创新的平台，它与 NILS 有不同的是，只需要一根 USB 连线就可以进行总线的供电。这就意味着随时随地，只要有一台 PC 机、一根 USB 连线和一台 myDAQ，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实践自己的创新想法。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意味着我们不再受限于各种专业类实验室空间或者时间资源上面的限制。学生可以在学习完理论知识之后，马上回到家里、回到寝室当中，就能够开始自己的课后动手作业。myDAQ与电路设计仿真环境毛线线的无缝整合，使得学生可以将毛线线的仿真电路结果与实际myDAQ测量的电路结果进行实时的比对，从而拉近仿真与现实的距离。myDAQ上的标准3.5毫米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使得学生可以在信号处理课程之后，来实时采集真实的声音信号，并进行在线的信号处理。丰富的模拟输入以及数字输入的接口，可以帮助学生接口不同的传感器，结合到传感器课程当中，完成课后作业的同时，可以测试测量各种不同的自然界信号。与输入资源相匹配的输出通道，可以帮助学生来应用自己设计的各种控制原理的算法，将它应用到具体真实的被控对象之上，更好理解控制理论当中的各个知识点。可以说，不同的专业，它的课后动手作业myDAQ均能够胜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畅销的电子电路经典教材《Circuit》一书当中，它的作者奥比教授在每一个课程的背后都已经绑定了 myDAQ 以及 MultiSig 来帮助学生完成课后的动手作业，也为本期的教师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经典教材的参考。如果说学生在完成课后动手作业的同时，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帮助他们去巩固他们所学到的理论知识，那么当学生产生了一些创新的想法，他们想做一些自己的科创项目的时候，myDAQ同样可以帮助他们来实现。学生可以巩固多个学科不同的理论知识点，将他们重新整合来设计自己全新的科创项目。学生可以组成自己的研发团队来管理和分配时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去采集他们所需要获取的数据，直至最后完成他们的科创项目。同样，来自达沃斯大学的 Larry Fisher 教授将他的学生所制作的各种科创项目的结果整合在一本叫做《Think and Do Engineer》的书中，也为我们本地的老师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如果说科创项目与myDAQ的有机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将他的理论化为现实作品化，那么各种各样的学生创新竞赛则为学生的各种作品提供了统一拟定的平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些实例，包括了学生结合各种不同的传感器技术制作的基于myDAQ的遥控手柄以及手势遥控器，包括了左下角大家看到的简单便携的基于myDAQ的钢琴调音系统。学生甚至可以在家里的楼道当中铺设有趣的音乐阶梯等等。刚刚我所提到的学生创新竞赛的作品以及科创项目的小制作，这些都需要有外围的系统来与myDAQ进行接口。这是与myDAQ进行接口的外围子系统，我们称它为myDAQ Mini System。刚刚的工程师们正致力于跟老师和学生一同探索和制作有趣且富有创意的myDAQ Mini System。
在我们学生开放社区上面已经上传了许多有趣的示例，这些示例的硬件原理图和软件源代码都以共享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我们希望搭建整个生态系统的同时，能够帮助学生抛砖引玉，去把他所想到的创新想法付诸于实现。那么接下去就让我们来邀请复旦大学的吴冬燕老师，来我们展示和他学生所带来的基于myDAQ的创意无限的音乐工程。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学生是如何想到去制作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音乐工程的呢？是这样的，我这边上了一个课，虚拟新技术，然后学生是听我的课，然后我在课上呢给他们介绍了一下myDAQ的基本功能、输入、输出等等这方面，然后学生呢在生活当中看到了真实的音乐工程，然后觉得这个音乐工程就可以用那个myDAQ加上这个平台来实现，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小的创意。那么在整个音乐工程的这个项目当中，我想知道myDAQ它的外围这个迷你系统是怎样进行接口的？是这样的，这边是那个myDAQ的音频输入，是从外面输入一个音频文件，然后输入到那个myDAQ，然后通过那个计算机来处理这个音乐文件，然后接着就是那个音乐文件经过分析以后，输入那个 I/O 口接那个继电器来控制这个喷泉的那个几个喷口，然后当那个音乐播放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演示吧。哎，好的，来那个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界面。为核心的毕业设计模式，称之为 Capstone Senior。
些比赛当中，不同的学生会以3到5个人为一个项目单位，从项目方案的提交到项目规划管理设计，到最后作品展示以及演讲的答辩。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值得一提的是 ，MyDAQ 工程团队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来一同完成整个展示中心演讲的过程。我们的工程师从项目方案的提交审核，到硬件平台的选择，到专业的软件编程的技术支持，以及最后项目答辩会参加。那的工程师一直致力于跟老师为学生的毕业设计画上完满的句号。通过刚刚的演讲，大家可以了解到，学生通过客户的动手作业，拉近了理论与实际的距离。通过参加各种竞赛及科创项目，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学生通过了解工程设计当中的必要因素，并且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深化了他们系统设计的概念。可以说 ，AI 助力于解决在教学上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解决这些主要问题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借助于无处不在大实验室的概念，学生最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并且将创新动手系统设计的概念融入在整个工程的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更好帮助他们将理论联系于实践。这样的学生可以说，如果他在本科阶段能够有项目设计的经验以及系统设计的概念的话，无论他将来直接走上工程类的岗位，还是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更多科研项目的研发，他的能力都将得到我们的肯定。下面让我的同事徐峥来向大家介绍AI 的创新高效的平台是如何帮助高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去高效的开发他们的科研项目。